当我假装对女朋友闺蜜有兴趣。嘉欣回来了，晚上咱俩跟他吃个饭呗。嘉欣，哎，是那个一起把黄头发、啊、完说声贼好听，在北京做模特的吗？你又没见过他，咋知道这么巧？你之前不跟我说过吗？几点吃饭呢？8点多吧，7点多。哎，来得及，咱再逛会儿，完一会儿去接他呗。哎，这件好看吗？行吧，批判你没风格。那我不也得换换风格吗？不会是因为一会儿我朋友来，所以就还在穿衣服啊？怎么可能？我这不也是为了给你长长脸吗？哎，你看我头发是有点长了，正好你陪我去剪个头吧，我这好久都没烫了，正好做造型。你上周才剪了？那都一周了，来不及了，都7点多了，下午就行吧。你好，四尾号7589城干是吧？到黄羊城是吧？啊？我是。回家去吧，我自己去。不是，哎，不是。